此事只怕不能等闲视之。大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师父他们正沿着水路东行，不日就会抵达徐州。那玄儿娘子的夫君怎么办？三师妹，这件事我们不能随便插手。此外，我也察觉到云龙山上的确有某种异象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了玄儿娘子。三师妹，即使如此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杨师兄，其实不只是瑶妹，我自己也想帮那位忧心不已的许二娘子找回夫君。沈少侠，我就知道你会帮三师妹解围，那么就有劳你替碧派接下这件事了。杨某十分感激。多谢沈大哥帮我这个忙。瑶妹不用客气，我想我们的心思都是一样的。公子无需多虑，救人本来就是件好事，况且是您的懿旨，妾自然是欣然从命。好说，这几天被招待了不少好酒好菜，若不找机会挥挥手上的枪，稍微活动一下筋骨，我都觉得自己的裤带啊要撑不住了。既然如此，救人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前往云龙山一探吧。云龙山上的妖气看来不容小觑，沈少侠你可千万要小心。不堪使用的兵器可以拿来给小兰瞧瞧，只要方法可以修理，小兰会尽量恢复旧观。哎，真的可以修，哎，真的可以修，哎，上回徐兄在下提过帮忙修理兵刃之事，在下这才想起这柄琼阳剑原本也是把沉稳锋利的好剑，因为义父用剑过于刚猛，多年来剑身受了不少损伤，如今到了在下手中才发现他剑身歪扭，锋锐全失，挥刺时发挥不出半成威力，都是可惜了这一把难得的好剑，所以请徐兄帮在下瞧瞧这琼阳剑还有可能修复吗？请让我寻摸瞧瞧。这剑确实并非仿品，剑性刚中有柔，坚韧稳重，当是问剑法名家所用的兵器，不过被长久过度吹死，剑身由内而外皆有损伤，须得在铁砧上仔细试过才能知道是否还能修理。沈小姐，可能请你先将此剑留下，让徐某慢慢查看，自然是没问题，那么这件事就有劳徐兄了。沈小侠所托之词，徐某毕竟会尽力而为，请你过一阵子再来探问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那么在下就等徐少的好消息了。沈少侠来得正巧，那柄琼阳剑损伤太重，以寻常方法修复不了，后来凑巧找到先父遗下的制兵野兵心得。野兵心得，徐某经过一番钻研之后，终于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法。不过此剑材质特殊，还需要一些不常见的材料，不巧徐某手边正好没有，得劳烦沈少侠去收集。不愧是徐兄，这柄剑能修理好，就再好不过。奥铁刺交给在下，不知徐兄还需要些什么？把剑是以金铁混入紫金打造而成，紫金虽然锋锐，而且具有辟邪之能，但也会使剑身脆而易损。需以明来铸石调和煞气，再以损心成沙重新融合形魄。请沈少侠收集一块辟邪紫金，三个明来铸石，还有两份陨心成沙，小人就可以尝试将它修复。看来都不是常见之物，在下会设法找找看，那就有劳沈少侠了。
然后这个知县可以拿到一把武器，很熟悉的武器，好像灰心100%吧，在神魔至尊传的时候，20个蛇胆，我刚好身上有，300经验值，反气丸，大还丹，古印剑，游云阵型书，就是说给你阵法跟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古印剑看一下，看古印剑强不强哈？没有到非常强，它也是15阶的。影具持用者内力提升剑招气境哈，命中灵境跟甲玉加蛮多的哈，我们装备一下吧，就这样。不过古印剑可不可以炼化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看好了。好，我们接着这个客栈的玉镯任务哈，这个玉镯在这里。哦，超难找。好。600经验值，左膝阵型书，看一下哦。杂物，好，流云，左膝，可提升15%物理防御率和5%的。还有流云之阵，流云之阵是上一个任务拿到的，前手之策，这我觉得都可以啦。好，这样，好，这边有一个道具哈，宝物啦，就是我们要在前往云龙山找那个采药人徐建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回到古墓这边，然后就这边有一些宝物可以拿，然后这些宝物还蛮好的哦，鬼神天亮。封闭之印，雄王金胆，玄金袖带，这应该是武器啊，好像就这样。我看一下，那个玄金袖带应该是给……那玄金袖带是什么？不是武器哦。不是武器哦。看一下，还是它是道具之类的。啊，应该是道具啊。在哪里、啊？用具吗？我怎么没找到？鬼神天亮这些大家都 很熟悉的啦齁。哦，玄金袖带是饰品啊。饰品 ，OK。这个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对火焰、雷影、魔道系咒术、抗性皆具有哈，然后还可以解锁东西。好的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我们来这里找采药人许剑。我就是许剑，多谢你们来找我。看到许先生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一点都不好。阁下之意是，外面有什么妖物挡路吗？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。妖鬼的身上发出异常强烈的邪气，云龙山道与这洞穴中出现的妖物可能都是被这邪气引来的。
这位大姐见识不凡，在下颇感佩服。哼，听来阁下似乎也通晓扶摇除魔之道。那正是在下没错。听闻朱兄遭丧尸之痛，我们同感遗憾。这提议不坏，不过有句话先说在前面，到那妖鬼面前和他拼命的傻事，我绝对不干。那倒好说，这种粗活交给我们来做便是。提议要联手的可是你，我想先听听你有什么好点子。先让我想想。公子，若依切自己的浅见，这黑妖鬼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身上发出的邪气，一旦沾上就会侵魂噬体，令对手难以全力施为。一眼就看出黑血鬼的要害所在，厉害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先到前头缠住黑血鬼，后面朱兄施展辟邪咒术，设法压制他发出的邪气，然后我们趁机一拥而上，使出全力尽快打倒他。在他这个方法，不知朱兄以为如何？还行，反正眼下也只能如此了。朱兄不用多虑，这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，也只有试过了才会知道。冒险自然是在所难免，但若我们能通力合作，相信必定会有胜机。难得有这样活动筋骨的好机会，何某可是十分期待可以痛快地打上一场。大叔说的是，我们这就动手吧。四军化邪阵能维持多久很难说，如果我最后撑不下去，到时候可别怨我。多谢你们来找我。朱兄，有劳你了。东引生皇找朱熹为四境天井，西引乾坤化去邪欲，神分太虚。就是现在，大家上！快点死去！别死去了！停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是我这一击！
的枪法还没生疏。沈大哥，我们赢了。那黑血鬼的确是十分难缠。所幸有朱兄从后以咒术压制他可怕的邪气，再加上大家合作无间，才得以战胜这个强敌。我得承认，你们的确挺有一手。看来能在这里遇上你们，算是我的运气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朱师兄，你刚才用的化邪阵法的确是本门心法。我不在乎你怎么想，道歉之类的可以免了。如今黑妖鬼一出，朱某在此耽搁已久，打算先走一步，那徐剑就麻烦你们送他一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我这边插一句话，朱浩是崆峒派掌门吗？后面的是崆峒掌门吗？周崇我记得是紫云派啊，崆峒掌门是朱浩吗？还是哪一个门派？对吗？是崆峒派吧？啊，原来是白霜瑶，原来是白霜瑶，你害了大家！哎呀，因为你这个邀请，害了殷千阳啊！多谢你的好心，我会考虑的。目前从这个朱玉的对话来说，他就是不想 冒险的人，但是不至于这么坏。也就是说，是周崇带坏他的吗？啊，对，崆峒子云，神州双臂，崆峒子云。看来他不太想领我的情。果然是不会说话。姚妹子，你已经对他表达了诚意，之后就看他自己了。南青怎么说这句话？此外，他即使重回崆峒门下，或许 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个就只能让他自己来决定了。沈大哥说的对，我差点忘记我们是来找人的了。我们这就走吧。徐兄除了脚踝有点扭伤之外，看来并没有其他大碍，只需静养几天就好。我们总算是没有让二娘失望。沈少侠、白姑娘，多谢你们把我家官人找回来，二娘感激不尽，只叹自己无以为报。二娘不许客气，这是姚妹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当作是崆峒派著名解难的善行义举吧。沈大哥，我才要感谢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呢。自当如此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各位请慢走。Thank you.
哎呀，真的是引狼入室啊！看来，银千阳的悲剧就在白双瑶的引荐之下加入了通孔派。为什么白双瑶一脸不情愿？哇，这个脸马上就换了，他刚刚脸不是这样的，也变太快了吧，直接变大师兄是不是？对嘛，他刚刚说这个意思嘛，就是朱玉直接变大师兄，朱浩是直接变大师兄的意思哦。说来真该感谢白世侄，若非他的一句话，我也不会突然成了崆峒派排行第二的人物。人世间的机缘还真是奇妙，说来真该。哎，他脸真的变了很多，哇，那个戏剧化真好。说来真该感谢白世侄，这个脸就是朱浩脸，哎。杨雨舒，你才是接替掌门的最佳人选啊。哎，杨雨舒是不是会死掉呢？在环城前没看到他。真的，他那个脸马上就变坏了。他得到一个权力啊，对不对？他马上得到一个权力，变成第二，就是大师兄了。等一下。就直接当应该不算大师兄啊，就是师叔嘛，对，就是权力就变很高了。原来公子独自在这里赏月，真是好兴致啊。何大哥、姚妹、蓝姐姐，怎么你们也来了？申大哥，你自己都抛下我们先离开了，我们哪来的心情再继续吃喝下去？我只是喝多了酒，又不太习惯宴席上的喧嚣，所以先出来透透气而已。杨妹不用在意。哼，一定是何大叔一直找申大哥喝酒。小妹子，你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了。人家才没有那么贪吃。何大哥说的没错，是薛老爷和夫人一直向我敬酒。薛家夫妇很感激公子为他们找回独生爱子，在宴席上不断向公子敬酒，也是为了表示谢意。蓝姐姐提醒的是。老夫就奇怪，怎么突然不见申少侠一行？原来是来此享受月色，抱歉打扰你们了。老夫虽然贪杯，却也知道要有分寸呢。啊，前辈果然深知饮酒之道，晚辈受教了。申少侠着实是个风雅之人。啊，师父，
您想和申大哥单独谈话吗？双瑶，瞧你紧张成这样。弟子才不担心这个，只是……瑶妹，兰姐姐，何大哥，我先失陪一下，你们就在外面多欣赏些月色吧。沈少侠，这边请。是。如果没有遗漏什么的话，我应该已经把记得的一切全都说完了。啊，够了，有劳你说了这么久的话。啊，前辈客气了。你从小和黑衣剑狂申无名一起生活，以默默无名之身结识天玄、紫云、崆峒三大派中人，这些前所未闻之事，任何人听了都会啧舌不已。楚前辈，不知您的言中之意是？申少侠，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天命与姻缘？瑶妹是个体贴又心地善良的姑娘，容易冲动，却很好相处，好像天生与我特别投缘。申少侠，老夫身为双瑶的师父和养父，他真正的身份只有从小将他抚养长大的老夫知道。然而老夫多年来藏之胸臆，从未对别人说过。晚辈之前曾听杨师兄提过这些事。的确如此。那位高人为他银棺探破后，十分郑重地告诉老夫，双瑶其实是神器因天命化运人胎而生下的，该不会生子俊也是吧？那位前辈高人的话着实有些艰深难解。老夫其实也只听懂了其中一句，那就是务须将双瑶平安地抚养长大。杨师兄要晚辈带着瑶妹同行的要求，原来是出于楚前辈的嘱咐。那这么说来，前辈早就料到瑶妹这次下山会遇到晚辈吗？双瑶在这次出门前心情显得特别躁动，允叔认为这只是难得下山游历的兴奋之情，老夫内心却微微觉得或许是时候到了。当初听允叔提起你时，老夫还有点半信半疑，但如今见到你，老夫才真正相信天意早有安排，你必定就是双瑶在等待的那个命定之主。虽然晚辈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特别之人，不过楚前辈所托之事，晚辈一定会尽力做到。瑶妹，今后就交由晚辈来照顾吧。义父看到霸剑变成男婴，然后打击被深受打击失忆了。可是木敏不是掉下无名谷吗？啊，多谢你答应老夫这个请求。顺带一提，有件与你自身有关之事，
老夫身为外人，不知道该不该多言。楚前辈早已不是外人，请您直说无妨。关于申无名告诉过你的那些往事，这边有说，他说是十多年前抱着你一起掉到那无名深谷的，是这样的，没错吧？嗯，义父说他还记得的只有这些。沈少侠，老夫或许知道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。楚前辈，请说。你认识当今的天玄门掌门百里胜吗？如此甚好。百里胜是目前天玄门掌门，不论这位百里掌门看起来如何正气凛然、和蔼人厚，不论你是否有感觉到他与你有什么渊源，你绝对不可随便听信他说的每一句话。老夫言尽于此，其他的就不多说了。将来假以时日，你应该会同意老夫此言所言不虚。师父，请原谅弟子斗胆打扰，有要事须得向您禀告。进来吧。师父，刚刚徐州知府范大人遣人通报，有来路不明的妖人趁夜晚强行闯入徐州官衙，并在里面设下让人无法进入的封界。什么？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？师父，让弟子与您一起。双瑶啊，你此刻有物在身，凡事听由申少侠决定。申少侠，事不凑巧，请恕老夫先失陪了。楚前辈，请慢走。蓝姐姐，何大哥，原来你们都等在外面吗？公子，姚妹子坚持要在外面等你，所以我们索性就一起在这里陪她了。早知道楚大掌门要和你谈这么久，我们就先回宴席上再吃喝他一顿。何大哥没听错，听说有妖人袭击徐州官衙，说不定就是上次我们在邹县城交遇上的那批人。没想到吃完酒席之后马上又有热闹可看。楚前辈和杨师兄都赶过去了，姚妹身为空同派弟子，肯定也会想帮忙。多谢申大哥，你果然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走吧。楚前辈，杨师兄，请原谅晚辈不请自来。云舒才说双瑶一定会百般纠缠，设法拉你来这里帮忙，看来还真是让他给说中了。师父，人家才没有。申少侠一向很体贴三师妹的心意。杨兄不用客气。对方似乎就是上次在邹县夜袭薛家的那批人。那些人身手了得，应该是久经战阵的精锐。虽然说此刻应该先静观其变，不过对方如此毫无动静，却让人感到有些不安。老夫猜到了申少侠会有此想法。是。晚辈会好好记住的。继薛家宅邸之后，这次是徐州府衙。这些妖人的目的为何，着实是令人费解。这道奇异的光壁挡住了去路，而里面的地上
有个发亮的图形。公子，里面那是前帝挪移的法阵。蓝姐姐，你说对方用这阵法往地底下移遁，意思是这徐州府衙之下隐藏着某个处所吗？徐州古名彭城，这府衙别称霸王楼。原来如此，听起来真令人感到好奇。这法阵看起来还很完整，却以为应该可以。听起来是个好方法，不愧是蓝姐姐。那么这七元封玄布却要如何运使？妾过去在书上读过，只知道是雨布之类的封辟布法，虽然记得口诀，但不清楚应该如何施行。雨布吗？那口诀是诸相归元，由北入阵，行至七元，出以逐日，以引朱雀，击成三同，逢偶纵行，回返于阵，此步遂成。蓝姐姐观察入微，待会儿朕可依照着地砖而行。这样算两步了吗？简单啊，简单。为什么我会呢？因为我直接看攻略。蓝姐姐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公子，这法阵之力确实迁徙到地下某处，妾虽能再次引动法阵，但无法预知它会通往何处。蓝姐姐，虽然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，在这法阵的彼方，似乎有某样我非见到不可的东西。然而，于此，我又有种莫名的不安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咱们就下去瞧瞧吧。何某也十分好奇，这地下到底有什么？既然申兄弟想去瞧瞧，何某十分乐意舍命奉陪。多谢姚妹与何大哥，既然你们也这么想，那我们就闯他一闯。遵命。那么请大家先闭上双眼。四年朝去，三阙还起，领庆化意，分行飞遁，平营此阵，神行腾矣。那法阵移遁的终点就是此处。多谢蓝姐姐。
此地气息沉闷污浊，应该是封闭已久的处所。听来何大叔似乎很熟悉这种地方呢。咱们这就往前去瞧瞧吧。